你今天跟妈妈在家里玩什么？口红。四十五。玩谁的口红？玩妈妈的。玩妈妈的口红。对。怎么玩？就画在上面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拿我的口红啊，小姐？哄我啦！你干嘛拿我口红？哦，对啊，你自己看你自己。冬天这么冷，嘴巴都很冷，当然要涂口红啊。冬天很冷要涂口红是不是？冬天啊，你讲到冬天，我跟你说，你冬天那么冷，你知道哪里最温暖吗？哪里？你猜猜看。错。是吗？棉被里面吗？错。是我的怀。牵着你就让我守护你。呜呼，撩妹来了，撩妹来了，撩网来了。撩网什么？呜呼，大家请来这里，有电影哦，电视，撩妹人哦。撩妹人。撩妹网来喽。爸爸，我跟你谈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谈感情，这个是不是我之前跟你讲过，对不对？小孩怎么可能会说这么多？不是小孩子而已，是大人。